哎，叫可心起来吃早餐了。啊，不用叫他了，我刚经过他房间了，他的打呼声比打雷还要大声，一定叫不起来。你帮他留一份就好。来，这份你的啊。哎，大哥，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吃馒头夹蛋，你是故意的哦。哎，小孩子有东西吃就好，你们嫌东嫌西的。现在是民主社会，吃东西也应该有个选择吧。好，大哥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馒头夹蛋，别再说了，我选第二个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蛋给我，你吃馒头就可以了。我靠，大哥你真的很饿哎，你这样根本就在耍我吗？我不要吃啊。我跟你说，八哥石妈妈呢，如果听到我的留言的话，应该就要马上回来了。那你到时候不要生他们的气哦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哎，李红同志，早上好。好早。你们兄弟俩都在啊？那刚好。婉婷啊，你就替姑奶奶跟他们说吧。啊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他们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你就自己跟他们说嘛，啊啊，嗯，是这样，我刚才烙了几张葱油饼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上楼一块来吃吧啊！太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吃馒头夹蛋了。谢谢李红同志。李红同志，这种小事情你就请婉婷下来说一声就可以了，不必亲自下来走一趟的。哎，是姑奶奶坚持要自己下来叫你们上去的。婉婷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刚刚明明是你拉我下来的。我没有啊。啊，那姑奶奶，你干嘛突然这样讲啊？啊，哎，姑奶奶说的话你听不听啊？听。嗯，我发誓，明明就是姑奶奶拉我下楼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明白就好。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在那儿千里传音说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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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呀，贝拉，我谢天谢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姑妈，我哎小猴，小猴啊，你都听到他们的留言了啊？那你也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了吧？对不对？好了，咱们的事儿待会儿再说。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兄弟俩说些什么呢？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对啊对啊，为了救伯父，不要说牺牲十年的寿命，就算是20年30年我也愿意。我听你在棒操，呸呸呸。哦，昨天最俗辣的就是你。哎，你还敢说我，你也很俗辣好不好？你妈面对这么害怕的事啊，还能鼓起勇气救伯父啊，伯父真的很高兴能有你们两个这么好的儿子。哎，小猴啊，小猴啊，哎，姑妈，十三姨呢？哎，让她一块来吃葱油饼啊。对了，我妈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对啊，你妈她走了。啊？走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接到你们给他那个留言说你找到那个可以救我命的女人之后呢，他就留了一封信，然后就不告而别。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跑哪儿去了。